一个东西六寸长，身上藏着两颗糖，白天不敢晒太阳，晚上出来称霸王，拆一物。扣子。嗯？扣子。不对。那是什么呀？一个。我嫖娼被抓了。然后必须啊，还得让你二嫂来签字，交罚款。你看怎么办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二哥。我给你想想办法，你先别着急啊。喂，二嫂啊，二哥酒驾被抓了，现在在派出所呢，要拘留15天，罚款5000，驾照还得吊销呢。哎，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你听我说完呀。我已经找了我同学了，把这个案子的性质呢改成嫖娼了。你去了之后呢，你千万别多说话，然后呢你就交1000罚款签字，这样呢就能把我二哥领回家了。哎，不用谢不用谢。